的巨星来我们节目了，我们谢谢玛雅。恭喜！对，演唱会是4月2号在国际会议中心，晚上的7点半。对，晚上7点半，然后 OK 和莱尔富还有宽宏艺术都可以买得到票哦。宽宏艺术大家都很熟悉了，秒杀秒杀，真的，希望大家都可以来捧场一下。好的，喜欢听演唱会的人不要错过哦。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精彩的1/2强游戏王，马上为您进行台语传话游戏王。戴上您的耳机，压力很大，你不用了，压力很大，你算了，你放松就好了，好不好？好。啊？什么啊？哎，真的不难。哦，对，真的不。啊，这 OK 啊，这很简单哎，这放水题啊。请准备，计时开始。赛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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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高我有好，高我有好。结果无来，结果无来，甲我约好，结果无来，甲我约好，卡，甲我约好，卡我，卡卡我，约好，来来来，重来 ，OK， 三里，三里，你甲我约好 ，No， 第一次比较好，被纠正，你被纠正了，卡我约好，结果你无来，结果你无来，你无来，你无来。你无来，对，跟我有好，跟我跟我有好，跟我有好，结果你无来，结果你无来，跟我有好，跟我有好，结果你无来，下一位，跟我有好，结果你无来，跟我有好，三里，结果结果有好，结果有好，对，结果有好，结果有，你不会过来，结果有好，太难了，结果有，结果有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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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一起过来。结果有好，是什么星星吗？五号，对，结果有好，结果有好，结果有好，有好，一波一波，一起起来，一起起来，差不多，一起一起有好，对，一起有好，结果五人过来，三 ，Sherry， 一起有好，结果五人过来。天蝶落雨，几个字？三二一，天蝶落雨，天蝶落雨，有人，天蝶落雨，有人，行过来，行过来，哎，天蝶落雨，哎，天蝶落雨，有人，有人，行过来 ，OK， 天蝶落雨。要不要先收工啊？行过来，行过来，天蝶落雨，天蝶落雨。有人，有人 ，OK， 行过来，再次，天蝶落雨，有人行过来，下一位，三里，三里，三里，天蝶落雨，有人，天蝶落雨，天蝶落雨，有人，有人，等一下回来，等一下回来，这不是台语吗？他说的，七点五郎，等一下回来，等一下回来，天下回来，天蝶落雨。鬼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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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回来，等下回来。他说的。踢鬼人国，哎，我今天穿的很好。真的吗？真的。再说一次，赶快，快。踢鬼人国，踢鬼人国，回来，回来，等下回来。怎么啦？请开门。我今天不错吧？还不错，第一次还不错哎，还不错，对啊，对不对？发布，你刚刚讲好像原住民，干完以后，对，干完以后，对啊，干完以后，哎，请问一下，你听到的答案，他们有讲几个字吗 ？T L H T L H T L H， 等下回来，等下回来。可是不好意思哦，容我提醒你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单元叫做台语传话游戏王，啊，最后怎么会有国语呢？我只能 T L H， 等下回来，我只能说。不管你听到什么，是都跟我传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怎么可能？今天是我从这个游戏网开始，我表现的最好的一天。最好的一天。对，我比较讲的很准，要讲很准的。哦，到底你的答案是什么？铁路和塞里。嘿嘿。当雷公吗？到底当雷公不是吗？是不是这一题的答案呢？这不是吗？恭喜，喷他。到
牛气有没有？传到后面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马上为您找出老鼠屎。三里，三里，对。高我有好，高我有好。结果不来，结果不来，高我有好，结果不来。高我有好。卡卡波有好，卡波卡卡波有好，好来来重来 ，OK， 三里三里，你卡波有好 ，No， 第一次比较好。小笨熊，你笨熊，小笨熊，卡波有好，结果你无来，结果你无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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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波有好。卡波有好，卡波有好，结果你无来，结果你无来，卡波有好，卡波有好，结果你无来，下一位，卡波有好，结果你无来，卡波有好，三里，结果有好，结果有好，对，结果有好，结果有，结果有过来，对，差不多，结果有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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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一起过来。结果已经过来，是什么心经吗？五号，是不是？结果有号，结果有号，结果有号，有号，一波一波，一起过来，一起过来，差不多，一起有号，对，一起有号，结果五人过来，三二一，下一位，一起有号，结果五人过来，天跌落号，几个字？三三二一，三二一。T 叠落后，其实蛮像的。T 叠落后，五人。T 叠落后，五人。行过来，行过来。哎，等一下回来啊。T 叠落后，哎 ，T 叠落后，五人，五人，行过来。OK，T 叠落后，五人。要不要先收工啊？行过来，行过来，行过来，三里，三里 ，T 叠落后，五人。T 叠落后 ，T 叠落后，五人。等一下回来，等一下回来，这不是台语吗？他说的。七点五郎，等一下回来。天下回来。天下回来。天也落雨。天也落雨。鬼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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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回来。等下回来。他说的。天为人国。哎，我今天穿得很好。真的吗？真的。再说一次，赶快，赶快。天为人国。天为人国。回来。说事后诸葛也没有用了哈，因为呢我们绝对就是没有得分，好不好？马上来看一下晋级的两两队。好了，现在是两两队的进攻。我看这样下去也是跟我们这一队差不多了，怎么说？半斤八两。开始怀念大谷竹水。到底会有多么的厉害呢？我们来看接下来的比赛，来，请戴耳机，请关门。是什么？什么？我觉得有一点简单，又有一点难。哦，这个很容易比错哎，很容易比错。来，准备好了，请预备备，开始。视野里，视野里，扔头轻棍。能拖轻棍，能拖轻棍，棍，能拖轻棍，棍，啊，棍，棍，再一次，能拖轻棍，完蛋，假狼，能拖轻棍，嗯，假狼告稿，假狼告稿 ，Yeah， 能拖轻棍，假狼告稿，嗯，对，再一次，谢力能拖轻棍，假狼告稿 ，Yeah， 能拖轻棍，好难，谢力，谢力。龙头青棍，哎呦，假狼假狼搞搞，哎呦，厉害，龙头头，没有，龙头青棍，龙头青棍，龙头龙头青棍青棍，假狼搞搞，假狼搞搞，龙头青棍，龙头青棍，假狼搞搞，假狼搞搞，谢哩谢哩，再说一次，谢哩，龙头青棍。谢力好，谢力好，能团秦棍，能团秦棍，那能团秦棍，能团秦棍，
卡郎高高，卡郎高高，能团情滚，能同情滚，卡郎高高，卡郎高高，谢你，谢你，谢你，能团情滚，能同情滚，能同情滚，能同情滚，卡郎高高，卡郎高高，能同情滚，卡郎高高，谢谢能 ，What's that？南端南头清官啊，南头清官巧人高老，谢你南头清官巧人巧巧，南头清官巧人南头巧高，你听得懂吗？你在问我吗？你怎么不问你自己在讲什么？没有，你的发音不好。南头关小人高高，南头清官，是啊，再一次，南头清官，请开门。我假的，他跟我假的一样哦。你们咬住我，就这么台湾人的发音，我能怎么办呢？这真的，你讲的很好，哎，笑起来真不错哎。我讲的跟他一样吧？德国人，我假的跟你假的一样哦。德国人这一次扬眉吐气，真的。我真的不相信。哎，我跟你讲，你等下倒回去看谁是老鼠屎的时候，你会想要打死中间那个人。对，叫夏河西。可能吧？夏河西，问题是你，我跟他讲的一模一样。少侠传过来有点偏国语，嗯，到了夏河西变韩语了，到了费丹尼变泰语了。萨瓦迪卡恐怖卡，四个字。啊。四个字嘛哈，如果没有听错的话，他刚刚讲的是能透情歌，哎，假狼告告，答案应该是欺人太甚，哦，哎，这么难，台语真厉害，我怎么说猜得出来？真的，好可怕，好厉害，你确定答案？我们就要看谁是老鼠屎，确定啊，确定啊，请喷 ，All right。都讲的这么清楚了，还会有什么问题呢？我们来看谁是老鼠屎。是耶哩，是耶哩，冷头青棍，冷头青棍，最难的这个，冷头青棍，棍，冷头青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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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冷头青棍，讲冷头青棍，怎么没有这样子？假狼告狗 ，Yeah， 龙头青棍，假狼告狗，龙头青棍，龙头青棍，龙头青棍，对，对，对，假狼告狗，啊，假狼告狗，假狼，假狼告狗，对，龙头青棍，谢哩，谢哩，龙头青棍，假狼，假狼告狗，厉害，龙头，龙头，龙头。能头青棍，能头，能头，青棍，青棍，假狼搞搞，假狼搞搞，能头青棍，能头青棍，假狼搞搞，假狼搞搞，接力接力，再说一次，接力，这我也听不懂，能头青棍，假狼搞搞搞，完蛋了，完蛋了，哎呀，变成韩文了，这到底啊？接力，接力好，接力好。能同情棍，能团情棍，能团情棍，能团能团情棍，卡郎高高，卡郎高高，能团情棍，能同情棍，卡郎高高，卡郎高高，谢你，谢你，谢你，能团情棍，能同情棍，能同情棍，能同情棍。卡郎高高，卡郎高高，南投青关，卡郎高高，南投青关，南投青关，南投青关，卡郎高老，谢你，南投青关，卡郎小小，南投青关，越来越离奇，小高。你听得懂吗？你在问我吗？你怎么不问你自己在讲什么？没有，你的发音不好。南投青关，桥人超高。南投青关，再一次。老梁，你
你觉得还是欺人太甚吗？我觉得差不多同义词，有可能是得寸进尺。是的，答案是得寸进尺。冰棒，这一题两队没有得分，好可惜啊！我们来攻守交换。哎，第一回合两队都没得分，接下来第二回合月月队抽到的题目是稻草人，就懒玛雅讲的超标准，可惜在第二棒猛多就把美叮当误传成美便当，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没有得分。究竟两队今天能否胜出，就看他们最后一题的表现喽。好，两队的进攻。哎，我跟你讲，刚刚我们还没有录之前，苏丹宁就跟小杨哥说，我跟你讲，等一下不管几个字，你讲一次就好了，一次就好。对啊，不要多讲，一次就好。为什么不要受到一个巴西人的侮辱？我也不懂。然后那个中间哈台语不好的，就跟前面那个说，好好讲啊。好好讲，我才能好好听啊，是不是？你刚刚整个都音都跑掉，你还在叫人家好好讲？他刚才叫我好好讲，你等下到后面那个人道歉。他还叫我好好讲哎。我觉得我们算了，今天就是志在参加，不在讲。对对对，而且离上就是我们唯一的黄金证明。唯一哦，谢谢。干嘛？到底会滑到哪儿去呢？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请戴耳机，请关门。到底是什么呢？抽到很难的千王吗？太好了！啊，这个因为不能比呀。哦，不能比，不能比呀。能比就简单了。预备备。好，老赖，哎，哎呦，哎，谢谢你，谢谢你好，哎，来，塞船弄冰山，哇，塞船弄冰山，塞船乱冰塞，你跳我就跳，你到，哇塞，再一次，塞船弄冰山，塞船乱冰山，你跳我就跳，你到我就跳，你跳我就跳，你跳我就跳。塞船弄冰山，塞到乱冰虾。Thank you。塞船弄冰山，塞船乱冰虾。弄几个字？塞船乱冰山，塞船弄冰山，你跳我就跳。塞船乱冰箱，一条烂不叫。塞船乱皮箱，几个字？塞船乱冰箱，几个字？塞船乱皮箱。七条我无叫，七条我无叫。对，谢你。塞船穿皮箱，三寸光皮箱。七条我丢掉，洗澡我丢掉。对，三寸挖皮箱，洗澡我丢掉。对了 ，Yes。喂，对你一个头啦。洗澡挖皮箱，什么？洗澡要丢掉。什么？洗澡挖皮箱。什么？谢你。洗澡挖皮箱，洗澡挖北台语不是吗？洗澡挖皮箱，洗澡挖皮箱，青菜都丢掉，新菜都丢掉。对，谢你，七彩挖皮箱，青菜都丢掉，青菜都丢掉。对，七彩挖皮箱，呀，七彩挖皮箱，谢你，七彩挖皮箱，青菜都丢掉。喂，再第一个再一次，青菜都丢皮箱，青菜都皮箱，呀，谢你，谢你，这个是，青菜都已加。青菜都丢掉，青菜都丢掉，我不晓得。谢耶利，我不晓得。青菜丢耶利，青菜都丢掉。青菜都丢掉。还有，对，我听的就是这个。青菜都丢掉。你知道什么吗？回家两个字。来，刚刚听到几个字？啊，四个字。对，后面呢？青菜拢伫家。嘿，青菜，金蛋美丽，青菜拢伫家。我们基于友好同盟，我们给你一个最大的提示。哦，是一部知名的电影。哇，好够意思，真的好够意思，真的很够意思。真的，大伟卢曼，我真的猜不出来啊，对不起啊，猜不出来，请喷。
棒就歪掉了。到底谁是老鼠屎呢？我们来看一下。嘿，谢谢你，谢谢你好。嘿，来塞准弄冰刷，哇！塞准弄冰刷，塞准乱冰塞。你跳我就跳，你到哇塞，再一次塞准弄冰刷，我讲的很好哎。塞准乱冰刷，你跳我就跳，你到我丢掉，你跳我就跳，你跳我丢掉。塞准弄冰刷，塞准乱冰虾。塞准弄冰虾，弄几个字？塞准弄冰虾，塞准弄冰刷，你跳我就跳。塞准弄冰箱，一条那不叫，加的一模一样哎。润皮箱几个字？塞准润皮箱几个字？塞准润皮箱。七条袜不叫，七条袜不叫。对，谢谢你，谢谢你。塞准润皮箱，三寸脱皮箱。七条袜丢掉，七条袜丢掉。对，谢谢你，谢谢你。七条袜皮箱，七条袜皮。台语不是吗？七条袜皮箱，七条袜皮箱。青菜都丢掉，青菜都丢掉。对，你看他说对，他给我看说对。西彩挖皮箱，青菜都丢掉，青菜都丢掉，对对对对对，呀，西彩挖皮箱，西野梨，好，西彩挖皮箱，青菜都丢掉，类似的啦，类似，丢皮箱，还 OK， 呀，西野梨，西野梨，西野梨，四个字，西野梨，都已加。青菜都丢掉，青菜都丢掉，青菜都已突然忘记，不晓得，谢谢你，我不晓得，青菜坏了你，你太坏了，青菜丢一粒，青菜都丢掉，青菜都丢掉，还有第二个是这个，青菜都一粒。答案是铁达尼号，没边啊？怎么猜啊？这个边哦，就你刚刚的那个边啊，就只有我说电影的边啊。哎，而且刚刚费丹尼啊，看完 VCR 还过来拍拍我说，哎，我讲得很好哦。我没有讲得很好吗？算了，好了，这个单元乐队跟两人队都没有得分，我们只能希望在下一个单元了。是猫币传话游戏王。好，我们是两狼队先攻，两狼队先攻。来，让我们也选了刚刚呢台语传话表现最好的夏荷西来身为我们的第一棒。漂亮！想问一下夏荷西，你真的会画图吗？画画我 OK， 在行。真的哈。通常小时候都会参加画画比赛。那我们现在就麻烦后面所有的队员，请戴耳机，请关门。哦，什么什么？我不觉得这个你画得出来哎。简单啦，简单。有点难哎。简单。我确定简单。他在做什么事？哎，他如果等一下画不出来，我们就好好笑笑他。我觉得他应该是画不出来。来，我们请第二棒的门打开。那费丹尼，请把耳机拿下来。是。预备备。加油啊！可以画多久？40秒吧。哎呦，哎呀，哎呀，蛮厉害的。哎呦，等一下，胸口最大型的。这植物吧，哆啦 A 梦看得到植物啊。哎，很厉害，厉害。哇，他刚单画那个，我吓了一跳。哎，这个其实我们常常吃，冬天很流行的金针菇啊。哦，对，金针菇。冬天吃很棒。你刚才说红喜菇好了。哎，很像，比较粗一点。对，哦，对，稍微粗一点。对对对。哎，他真的会画呢。啊，如果吃好一点的话，就是象拔蚌。啊，真的。哇，太快太快。快点快点快点。太快。你看，不是像你画画写英文字干嘛嘞？呀呀呀呀！滚！这个东西开始懂什么人在做什么事？看不懂，看不懂。来，没关系，我们推过去。下一位，下一位，下一位。费丹尼，请准备。来，我们请第三棒的门打开。真是的，叫你画画写字。来，瑞安，耳机拿下来，预备备。来，我们请第三棒的门打开。真是的，叫你画画写字。来，瑞安，
耳机拿下来，预备备。哎，哦，费丹尼哦，这个画的有圆哦，哎，有模有样，哎呦，照抄哦，这样画不行哦，这个电上不能播哦，对，刚画坏的，下流。他就是这样画嘛，你画快一点，这还是不能播啦。对啊，你画快一点好不好？对啊，感觉很像歪腰游泳。可以了，现在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好多了。哎，旁边不给他再画些草哦，哦，不行不行。然后对，画过了，画过了，对，哎，不可以写英文字母哦。他哪有写英文字母？他这个像写英文字母。时间过得好快哦。哎，不错啊，画的一模一样啊，蛮像的耶，其实蛮像的啦。对，精髓有到了啦。画完了，还不错啊。好像就定吧。OK， 我是一个东西。好了，我们请费丹尼把画拿走。好，来，你东西没有，你既然喜欢，我们就可以过。费丹尼又说他照这样画就可以过，一模一样的，是不是？对对对，真的是一个很有自信。来，我们把第四棒的门打开。来，请代表。来，少侠，请到旁边。瑞安，预备备，40秒钟，倒数计时开始。好。瑞安，我好期待。不是瑞安，你长这么高，怎么画图画那么小？哎，不是，他是要画多大？干嘛攻击我们队员？你这样画大，会看比较清楚一点。我的意思是这样。看起来已经很大啦，真的吗？蛮大的。哎呦哇！这个是谁啊？哎呦，他会吐，他在吐。什么人在做什么事？赵家，一个人在吐。啊？啊？啊，那是长发吗？哇，长发，然后在吐的只有贾斯汀吧？你是说高跳吗？哎，不错哎，完全看不懂。就这样而已。老梁，我必须说，你的队友觉得40秒钟很多，很多。他们都在35秒的时候就把毛笔给放下了。所以说，他们根本就是想要画完草草了事。哪里？而且我觉得从第一棒就开始歪歪到第三棒。哪有？好，来，我们请把画拿走。好为难，把你的画拿走。好期待！来，小柔，请到前面来。预备备，倒数40秒计时。哇，这哦，少侠画的就艺术喽。画完这个，少侠画的就完全不一样。对，他画风完全我们以写字的笔画来讲，他是一种完全不同顺序的人。对对对，而且这个风筝，我觉得就画的就是不错的。应该是风筝吧？风筝，看起来像大头针吧？这是图钉吗？我真心觉得啊，等一下这个单元结束之后啊，夏荷西应该没有办法活着走出社团。不是那么夸张，他刚刚还讲得很厉害。对呀，说自己很对啊，很会画，多厉害，对不对？这个。我猜，我猜是答案吗？三个字嘛，对不对？不是，是什么人在做什么事哦？什么人在做什么事？老贝贝在等公车嘛。来，我们把这个车推出去。这个人是一个妹妹吗？还是女生？厉害！答案呢？他是一个人物。一个人物哦，他就是一个人物啊。对对对对。贞子。比如说米老鼠、唐老鸭，小柔他就是一个人物。好嘞，贞子在干嘛？做。贞子。在跳凌波舞。哎呦！哎呦！小柔很会猜。来，过来我耶！来，请喷。好了，也不是完全没有见识，对不对？还可以。来，我们再看一下瑞安的图，贺少侠的图不要收，不要收啊！这两张有什么不一样？一样嘛，对不对？不好意思，黄小姐，我们必须要移到下一位。什么事？这个人那个电影已经出到第三集了，很厉害哦。应该是长头发的。对啊，对不对 ？OK 的，他一次可以打十几个哦。OK 的哦，很明显的，我是很明显的。我要提醒你，国贤哥不是我们这一队。是，我觉得他讲的话都是现发挥你的想象力。这个人真的出现在很多电影里头，而且应该是三四集都有。对啊，我没有骗你，真的啦。对啊，打傻狗。叶问打木桩，因为我觉得可能他们把木桩画得像那个凌波舞，好的的那个竹竿。答案是叶问在打木桩，请喷。对对对对。
你坑我你都知道。我觉得你一定是老鼠。哎呦，来，我们把三幅一模一样啊。哎，我们前辈都很会讲了，他说看他的就知道答案。对，丹尼的布的东西在这，到了瑞安在这，到了贺少侠在前面，谁打墙啊？请告诉我们是谁在做什么事啊？你等一下就知道，我花的跟我看到的一模一样。这个人物很有名，想一下。叶问丢铅笔。哇塞！请喷。我等一下，对，等一下看完下河西的板子啊，如果他答错，请喷下河西一个人就好。我不用吧？下河西把板子。我是画的人，我还要被喷。小叶讲话很客气，他说：“如果等一下小罗看你的答案再猜不出来的话，我跟你讲，你是疯子。”请把板子翻出来。什么？哦，有一个重点来了，猜出来了，有一个重点来了，这应该猜的对了。小罗看一下他的话，有了吧？对，好难，我真的好想。哎，他拿的那个东西就是他的标志。他的标志我知道了，是谁？对，就是他。说出来！海国队长跳林波舞，乱猜！哎，你为什么特别要捧我？海国队长拿棒槌，来不及演这个，我看到底有没有拿到美国队牌？来一位美国队长拿棒槌，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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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Thor。那个雷神啊，在做什么？雷神说了，他在跳那个凌波舞吗？呀，对吗？他快出来了！哦，是雷神说，哎，我至少猜类似的队友，我算厉害了。你没有猜自由女神，就一巴掌就下去了。你说这个棒槌是不是很重要？太重要了。可是我看到刘海，雷神说了，哪有刘海啊？说他是个馒头啊？没有，这是披风。啊，这是披风。披风。有一点往后垂，我发挥一下想象力嘛 ，OK？ 我以为他吐血，我以为他往后吐血。你不解释，我们还不觉得你的画花功力有那么烂。没有得分，跟手交换。好，我们乐乐队的进攻啦！是。好，那你们最后的猜题人居然安排的是国贤哥，谢谢。怎么会派你呢？我觉得我错了。OK 的 ，OK， 真的吗？因为我觉得你没有一点美术天分哎。一步错，步步错。我们不会画，但看很多。哦，看很多。他应该有一些法术的。艺术类的东西我们看很多。你的意思说你没有腹肌，但你懂腹肌就对了。对对对对。来来，我们请把门关起来，耳机戴好。戴耳机。好。来，题目是。三保是保险什么？保险箱。我跟你讲，你也不用。太有压力，因为你怎么画都会比夏荷西好，真的最好是。好，准备好了没有？八锤啊！倒数40秒，我们请先把梦多的门打开。梦多可以来看，嘿，谢谢。预备，倒数计时开始。好啊，完蛋了，完蛋了。啊？哦，知道了。啊？啊，百斤八两。哇，因为我刚刚觉得他不是谦虚，他是说实话，好实在哦。对。哎，搭花的很好哎。哈？哇！传说中的桂花湖。而且他笔勾很快哦，这有融合的感觉哦。他在干嘛呢？哇哦！这个啊，我知道了，这个知道了。哦，这样知道的。这样就知道，怎么可能？他的包脖头蛮好看的，其实。日本的东西。来，下来玛雅，请把你的画拿走。好了，我们请把第二道门打开。来，下面一位。不要甩啊！来，我们老板娘往前，倒数40秒。准备好了吗，梦多？但是我跟你说，他画什么，你等一下就 copy 什么。好啊。好 ，OK， 来，预备。我跟你讲，老板娘口头上就是好啊。好啊。我们可以开始了吗？好啊，好了。好啊。预备备，开始。多
了多了。你怎么会画成这样啊？跟第一幅完全不一样的人物。我怎么觉得他像一只狗？你画的是胖虎的妹妹吧？哎，你这包伯头修的有点多喽。这个是什么呢？头发是确定是对的吗？头发是不是有点不一样？哎，还好有记得画脚啊。二一停。梦多，你怎么什么不学？你学费丹尼35秒钟就已经停了。对呀，差不多。你确定啊？有他吗？哦。希望你画的下一位看得懂啦，还不错啦。来来来，放下你的短小的毛笔。来，法比奥往前，雨衣贝贝，开始。还不错啊。啊。哎呦。哦。他谁呀？好可爱哦！变阿嬷了，他哭泣了。OK OK， 哎，你快画啊！我们只有40秒钟。哦，快快快快快！这是干嘛？越来越潦草啊！我没时间。来来来来来。有那么？哦哦。哎呦！好像慢慢有一点走偏了哈，蛮不错的。这是什么？有没有别的东西吗？很好，没时间。30秒他就交卷了。是吗？法比奥靠你救了啊！虽然你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在做什么事。应该他在做。什么事你知道，但是不知道那是什么人呢？对。来，我们请门打开，马国贤。来，下面一位。我觉得如果你会猜对，你就是神。真的假的？来，李贝贝。是用画的，不要用写的哦。哦，这很明显啊。嗯，这人嘛，对不对？那当然是谁啊？这应该是蹲式的马桶吧？哎，这个，哎，你画的不错，你画的不错，其实这个不重要。哎，好马比啊，这个不重要，可是好像是女生，应该是女生的。主灯啊，主灯啊！而且你一个法国人，你会画日本人，画的不错。比欧赞，比欧赞，赞香！哎，我觉得不应该叫比欧来画画的，大家的梦都碎了。香，应该是洗衣机的，所以我说啊，应该是洗衣机吧？不是吗？洗衣机啊，是洗衣机吗？大家洗衣服吧。OK OK OK， 呀呀，来，请比欧拿着你的画好吗？谢谢哈。来，请拿好，我们把飞丹，你请把车推过去。来，比欧把画向着摄影机。什么人？他在做什么事？如果你在这一幅画里面猜出来的话，你将可以获得4分。这个看起来是个女生，所以我觉得她又拿个这个东西，嗯哼，类似疑似武器啊，对，雷神索尔又来，是美国队长。因为这个是女生啦，是这个人不可能猜雷神索尔，所以是谁？那谁嘛？这个一样也是那个电影很出名的，两个字的女生，像露西。Lucy， 有没有短打一直杀人？有没有？那 Lucy 在干嘛 ？Lucy， 嗯哼，在棒打洗衣机，醒喷。好了，我们请老板娘把你的画拿出来。下一位。芭比欧，不要收你的画。来，我们对比。哦，哎，比对一下。我贤哥先让他比对一下。嘿，我的比较可爱，其实是有点差别。对呀，差多了。女生画女生，她是比较像一点。你觉得是什么人在做什么事？我妈，真的。哎，那个发型你看不出来吗？不是，那个等一下，因为我现在脑中画面太多，你知道吗？我现在要整合一下，所以我先从简单开始猜。这个发型应该是江惠妹在跳《风云记》，顺便砸洗衣机，知道吗？这个是洗衣机，因为她刚刚有上面画这个，但她没有画哦，所以我觉得她的是比较正确，所以这应该不是洗衣机，我觉得是恐怖箱。真的，你看，谁在谁什么人在做什么？他手伸进去，哎，进去啊！这游戏类很多节目都这样玩的。里面有可能是蛇，也有可能是凤梨，对不对？也有可能是洗奶瓶的刷子。请告诉我们答案，是谁在玩恐怖箱呢？啊？
破脸。你要知道，哎，他四处去航海，他就是去探险，看到恐怖箱，他能不摸一下，尝试一下吗？他为什么要玩恐怖箱？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答案是错的，请拍。怎么可能？好，我们往前走，请头发。我们来看一下，翻出你 OK 吧？我觉得画得很好，哎，比对一下，国贤哥先比对一下，比对一下，哎，等一下我看不到，差别很多，你觉得怎么样？哦，哎，木工的画的是比较好哦，比较好。你说得出渐入佳境，哎，真的，哎，不错，哎，反正油都看不太出来是女生，但这个看出来一点，那个干点点干油，就年轻一点，就年轻。所以梦多是完全是干油，是个女生。马国贤来，什么人在做什么事？这个女生哈，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是电影还是卡通片，不管了哈。这个人物来自日本。很明显哎，这很明显。谢谢 ，OK， 谢谢，我知道了，我知道是谁。Thank you， 小丸子，哎，怎么样？去唱 KTV， 请拍。怎么可能？哪里来的 KTV 啊？的门是这样开的，你去哪一家？去哪一家酒店？它不是就是一个门吗？我们请秀兰玛雅把他的图翻出来。完了完了完了，比对一下，先跟梦多的比对一下。哦，这画的太好了。也是奇迹吧？画的太好。也是奇迹。看清楚一点哦。对不起，看清楚一点。请容许我再过。上面有东西哦。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请问这个人在做什么？我觉得阿雅画的就是不错了。小丸子在敲。他坚持要吃波是什么？哪里有波？敲波啊！波啊！哦，那个是波。哦，因为他觉得是桌子。好来，我们先选，我们先不喷他哈。我们问一下孟多，一直觉得他自己知道答案。你知道答案？你觉得答案会是什么？小丸子不是这个那个吗？哎，中文好像是金箍哦，就是金库换钱，房间换钱的东西，换钱啊，保险箱。对，保险箱。他在干嘛？你说小丸子在？小丸子偷保险到保险库的里面的钱，就是小丸子偷钱呢。小丸子在偷钱。小丸子在开保险箱，好可怜哦。OK， 他已经很接近了。来，我们请很接近，不是吗？请费丹尼喷马国贤。啊，对。我们请小杨哥公布一下正确的答案是。小丸子在开保险箱，我还撞钟哎！在开呀，累死了，敲门，他把钥匙画跟棒子一样哎，真的啊！然后这个是很抱歉，这个是转的。恭喜月月队没有得分哦！怎么这样子？今天两队都爆零，这一回合又打成平手啦！我们只有呢下礼拜再来分了，包下了好不好？那所以今天呢，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谢谢。Yeah. 我们二分之一强游戏王，下个礼拜见。Yeah.